就这一锅99块钱，你就说值不值吧。家门口开了个铁锅炖，过来尝尝。先给你们看看菜单啊，这么多菜才99吗？先把煮的时间长的下去，蘑菇、茄子干、豆角、排骨。但如果你们要来吃的话，可以提前给店里打电话，能提前做上。有的不金煮的配菜吧，得晚点下，然后再把卷子给放进去。哦，熟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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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再想着点葱花、香菜、蒜末、茄子干，炖完了巨好吃。看这排骨挺规整吧，大块的肉一口是一口的，炖了20分钟土豆都面糊了。酸粉儿铁锅炖里不能少吧，它炖完了之后会有一点土豆的淀粉糊在上面。看那个卷子，别着急吃，多炖会儿吸味儿，豆腐都炖出蜂窝了。就这一锅99块钱，你就说值不值吧。